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欢迎 Andrew House。啊，下午好，而且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也可能是早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很高兴今天能够跟你们在一起。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今天我们是对我们公司、对 PlayStation、对我们作为创始者、对我们是表率者都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索尼一直都是把我们所有的技术和内容是作为一个整体组合来看待的。那今天要给大家看我们怎么增强了这个 PlayStation 系统，既有硬件、软件还有网络功能，这些结合好的时候就可以创造一些只能在我们这个小天地所遇到的一些经历。
我们要给你们看看我们怎么使到我们这些内容更加简化，更加易于使用。而且你会看到 PlayStation 的中心已经不是客厅，而是游戏者。我们的重点工作重点就是这个游戏者。我们建立这个平台是适应了我们这些正在演变的游戏方法，所以我们最优先抓的就是要便于使用，大家可以分享这个内容，也是可以移动操作，而且游戏机和其他的游戏机之间可以连接起来，这样才可以满足今天的游戏者的要求。我们对未来认为是一个围绕着消费者，是开发者创新的，而且核心就是要给大家了不起的游戏经验，可以用主机也可以用手机。我们现在有世界这个 PlayStation Vita 世界最厉害的手提游戏机，它里面的这个系统我们认为它还可以丰富人家在客厅里面的游戏经验。我们知道它这个在客厅这个潜力是很大，可以给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在今年还会再进一步的介绍。我现在只能说我们进一步发挥这个 Vita 的潜力。另外呢，我们也要扩大我们这个 PlayStation 的内容，使到手机和平板电脑也可以使用。我们网络也增强了，会有更多的新的那个公司独立开发的，就像这个天鹅，而且我们有一些新的像这个即时游戏和第一天的数码这些游戏，有些新的内容。 PlayStation 各个方面都会有所加强。今天你们会看到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利用这一点。我们索尼一直都是突出我们那个优秀的工程和技术，有一流的硬件，但是我们也知道要取得成功不仅仅是要靠新一代的技术，也需要重新去构思下一代的游戏者愿意怎么去游戏。那么以前呢，如何游戏是我们决定，现在是消费者来影响我们，要移动，要多格式，要更多的社会参与，有更多的平台，有社会媒体，所以对这个新的平台要求越来越多了。我们是跟那些很有天才很有才华的软件开发者交谈了，所以我们进一步的了解新的东西有什么，下一代有什么。我们对未来的设想不仅仅是要求我们主机要重新更新，而且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在每一个关键点都是觉得重新激发人家游戏的欲望，所以每一个新的平台都必须要很优秀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未来游戏的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重新构想的，而且这是由我们索尼重新塑造的。我们这个呢是使得我们更容易使操作，是比以前更加个人化，这是符合我们过去的做法，给大家最好的平台，既简单又有这个社会内容，所以比以前更有真实感。这些游戏系列也会一代比一代好，而且会有更越来越多的机会，哪怕离开了主机也可以跟其他人继续连接，这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平台的基础，这就是 PlayStation 4的基础。谢谢。我们认为这个 PlayStation 4就跟以前这个构思很不一样，我们不认为这仅仅是一个盒子或者是一个主机，这是变成这个游戏这个新的权威，对全世界喜欢游戏的人，这就是最佳的游戏地方了。 PlayStation 就让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去发展一些新的游戏，大大超越我们现在的要求，而且有更新的一些商业模式。今天呢，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我们怎么拓宽了对游戏未来的思维。我们认为要给游戏者多方位的经验，他们这是他们应该得到的，所以我们准备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给你看看我们这个PS4 的功能，看看它可以为游戏者带来什么创新，它是围绕着什么核心理念和原则。And by age 20, had his first major design success with the arcade game Marble.